对的啊。这都对的，你被我看到了。那第一个问题是，你要玩帅吗？时代少年团最喜欢的口头禅，大家。语气助词算吗？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，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。你看到我了，我们近视。你看完了这个？啊！哼！差点没哦，没有一个没看到，我也近视，没戴隐形眼镜。好吧，你们家人跟我把牌说完，我真的我不信你。来吧，谁能把牌写出来？谁能把牌写出来？嘻嘻嘻嘻嘻。那你写一些稀奇古怪的。我也不了，我了分，得不了分了，他就。我这个绝对是大家族。好好好好，我就是三个给这个标准。真有啊，那我只能。还真有。这个衣服是几岁的？啊，对啊。哎，三哥是这样。没喝看完了，抢三哥的，还有他了。嘻嘻。此前决定吧，谁有谁愿意先。我先开始。你先吧。怎么算？这么算？不算就先吧。对啊，开始吧。好，三哥怎么问？最，你现在很有优势啊，先叫。不要玩，先开始说吧。前面怎么？辛苦了，没有，大哥，大爷真的，这个肯定会说吧？辛苦了，大家不会说吗？会是会，会是会，但是不会在这里，这也太容易自己猜到了。在哪儿？看到我了？我哪能看到你了？我是你爸爸？没有，谁是谁？谁呀？大家好，没有，大家好，没有，没有大家好吗？大家还是说我是时代少年团。哎，我真写了。我这个好多大家有可能。啊，马哥看完了。你咬不吗？看完怎么考了？来了，我的结果。我最帅的。我本来想写的。我写的我真帅，没吗？也算，也算，拿出来给我。也算，也算。哎，可以，好爽啊。马哥呢？时代少年团。没有。可以不说出来吗？哎，你还刚刚给他挖坑，那你还说我是时代少年团？哎，我真写了。但是你是早就写了呀。下一个。那你是早就写了的呀。真笑行吗？没有。这以前了。没有了。你好古早啊！我太早了。真是跨时代了。有戏吗？你看，越简单的东西越容易。阿彻没有，没有，谁想阿彻？可是有这个，该我知道，该你了。强啊，没有。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剪纸鹤。我觉得我有，真的有。我这张要受不了，都两张都给你。哎，好笨啊！我先给你，我想都要分了。我真好看，没有。哎，我真帅，我真好看，都一样的道理，是不是？这回早就该给了，早就该给我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越丢越少了，还不是这意思哦？没有，那是应该经常说的。我想说的，我第一个经常写这个，我就算啊，这没有啊，该你了，熊熊乎乎啊。Hello， 没有。不可能，绝对抽不到我，抽到我把手表给他。宝贝，没有，谁没事说宝贝呀、啊，林哥。宝贝们，没有，看两林哥没事。谢谢大家，没有。虽然应该说谢谢大家，但是我在这儿不会想到我要写这个。起飞，没有，这个绝对有，没有的话我真的我这游戏玩不下去了。你说，哈哈，没有。西西算吗？啊，我为什么要说出来？帽子算吗？哇，好蠢啊！哈哈哈！西西也算吗？西西算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啊？我只剩一个剪刀手了。该我了。哎呀，没有。啊，不算吧？啊，算呀。哎呀，那啥，不一样。哼，真有你的？没有。
打球过？没有。什么？有打球过，居然都有人。对，输过牌的喜悦。放假啦？没有，谁先放假了？放假吗？这不可能。谁先放假了呀？谁先放假了？哎，一个人吼得这么厉害，不行。是大家？没有、哎。真的？哎、这怎么认识了？这游戏不能拆号。放假666。没有。666。没有。这张出来，杀伤无数。没有。哇，跟阿正有什么区别？阿正哇有区别，阿正有两个情绪。你别这么说，你看我写的差不多，好像个天梯。哇，没有。哎，阿跟哇其实差不多。他说，哎，阿一个是语气词。哇，两个对呀，你看啊啊哇，那阿正还跟哎呀一样呢，不一样，我忘了，不一样。好，这个一样。真的假的？没有。我这边嘿嘿不算吧？要遭别人嫌弃。你嘿嘿那个嘻嘻哈哈都是一个。对，你嘿嘿嘻嘻哈哈都得给。这个人写了个时代少年团，写了个 TNT 时代少年团。是啊，这都是我的。对。心不健康有没有？没有。健康的。没牌了是吧？这两个人。你是不知道写了？该我了是吧？明天吃什么？没有。是饿了吗？我是没有。谁呀？都行。哎，那我是帅哥的话，他说我是不是可以？那我是不是可以拿回来？多久拿的？我刚刚说我是帅哥呀。给他点了一个我是帅哥，跟我是。谁知道我要说什么了？对呀，高很就是一个，对啊，这太不明确了，我的意思。太不明确了，行吧？赶紧对，那不行有吗？没有。来了，换一张可以吗？这张可以跟都行是一样的吗？可以跟都行是一样的吗？真的是绝对，一个是。不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不就一样的了？一样的给一样的，一样的。这你真的吸啊？怎么又多了那么多？假的，偷的吗？收牌。五户，擦。五户啊哈，哎嘿，都一样的。嘿嘿，应该不算吧？嘿嘿，都一样的。五户啊哈，哎嘿。我来说一下。对，五户的话，起飞的时候就要有我，一般是起五户起飞。五户起飞。没有，什么五户起飞的？这个在哪？让我了哈。啊！下班了，没有。张哥赢了，不是可以？张哥赢了是吧？张哥，我赢了呀，我一堆牌都好。张哥赢了，一晃神怎么那么多牌啊？几张？张哥赢了，奖励你明天去学校，对，所有全校师生上面把这几个词打上念几遍。呜呼！哇哈！强了，嘿嘿。下一个题目是：时代少年团最让工作人员抓狂的时刻是什么呀？最让工作人员抓狂的时候，我知道了。我一个四狼代表我六张牌，我都没看，行吧？代表我六张牌，没看到，真是的。我先好吧，等下我们写完了仨呢，那我就说几个，你写一个，我先好了，好。你现在能不能来我这儿？好。不能说你怎样的，不说，绝对的，真的吗？整个六张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你真信吗？快点！他为什么刚指着我笑了？你们想干这个？但是我三张的嘛。三张赢一张没事是吧？三张的嘛，赢两张也算一张。没看完了，哎，干嘛？不要，云看一只歌，来吧，这么快。丁哥开始，真的，没有，同学，说着玩的，真的，假的，你也没写，穿衣丑，没有。穿衣风格丑啊！这样下一个没有说的，整理衣服不算吗？算，都算，都算。整理衣服，穿衣丑跟整理衣服这两个概念，大家没丑，不是没写，我不是让你写吗？嘿嘿，雪冰的话是一个平板，真乖，拿过来。
不是，我没说该你，我怎么？对啊，不该压圈，不该压圈，怎么不该我？不想要，干嘛哥？我刚应该说你要吗？我现在说没有。给吧，压圈给牌吧。反客为主。去给你下，他写的啥？争论，吵什么？就算了。哇，好爽啊！我应该猜拳，我觉得。还有多少？还有没有？没有。好家伙！我不，我选个开牌量签字没有？危险！签字都没人，这个应该有吧？这是让我们发疯的事情，对，是让他们对装发没有？没有。哎，还真有像是那种草莓的。哎，我这是这个肯定撩头发，好恶心啊！这是啥？来玩一玩，我输的。训练没有？没有。危险发言没有？没有。我太激动了，这肯定有七辣条啊！没有，早上起床，睡觉什么？没有，起床给你。为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少了张牌？没有，被拿了两张了。你被拿两张了？把自己打了一张，自己打了一张，拿两张。三秒前。为什么？地上还有，哎，被靠了，到我了是吧？没事，反正是那个，到我了是吧？粘个牌给我吧，睡觉。刚说了一句，睡觉刚刚好强呢。小伙子们，两张牌带牙套，没有，谁带牙套的？这不是让他们发狂，是我们发狂。是啊，发狂是天天发，是我们自己发狂了。唱高音下喉，没有，没有。哇，你怎么这么知道我？因为就你们两个惯了。运动没有，没有，这怎么会让他们发狂啊？换掉衣服上没有？我真有，我衣服沾油。Yes。脸肿没有？没有。你怎么想得出来强啊？要求去旅行没有？想放假吗？那去吧，真的是。哎，出来今天衣服不让拍没有？凉就没了。没有。集合的时候没有，回家算吗？不算，回家也算吗？算集合，大家一起回家的。不是你们集合的性质好，我第一不广。对啊，对我先回家，跟你回家看广。我没有回家，主要在你发笑声没有。你笑声跟你那个唱高音其实一样。他说他有笑声，我不要笑的，但我要吃饭呀。你两张，就我一张没有，让工作人员无法下班。爷爷马克也是七张。目前没有。没有吗？刚才没有。刚才是刚才说了，刚才干嘛？刚才就不行。刚才干嘛了，马哥？啊，刚才干嘛了，马哥？你说呀，刚才。吓死！整理衣服。哎，这整理衣服跟刚才那些好像哦。对啊，真的是该给拿给我，是吗？真的是该拿给我。怎么是该拿你去了？不是。你的穿衣服跟整理衣服太像了，不是你整理衣服，整理衣服的另一个定义就是你换一套啊，换一套整理衣服啊。不是，就穿那我的衣服沾油也可以跟吃饭的人一起回家。张俊元没有回家，没有回家。我游戏打乒乓跳舞，你这让他们崩溃啊！我真的是他崩溃，跳舞也崩溃啊！不对啊，你一轮这是让我们崩溃啊！跳舞。对啊，要我一轮打一张牌应该打完了呀。没有，只打了三轮，我的牌被拿了三张，他没被拿过基本上。打了，这一轮是谁赢了？张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第一个，然后我们两个再猜定哪个呀？谁求求我了？啊，你说求求你了，一个求你了，我先也写真帅，不是你如果不写这个，你有可能你写的拿不到牌，你要这样想。对，万一有人真不中呢？你所以你写。他第一个，他第一个，他第一个。小马，你玩的很啊！真帅，然后根本。我就不跟你的套路走。你不要看啊！我谁看你的帽？啊！
还真的有点难啊，这就是你啊，真的没看到啊，我真的，哎，我也很奇怪，什么地方翻了个情况，当场丢的三个吧，啊。参考一下，你还要钱？我来算一个。哎，啊！不可以看。哎，我就会有呗。自己不求我。对呀，马德里没有。马德里不求他，我就是倒数第二个了。马德里，我给你等一下再写吗？我先出一张。GG， 这属于男人的。GG， 对呀，马德里。让世界更美好，眼睛就一定成功。好理想。嘿嘿。要笑我大肚腩，和你跟他是他的，他是一级棒。来了啊，来了啊，我换另外一个。站出来，我出来好，拿去。你随意想，我就不跟你的套路了。真帅，然后六个人，我打开，真原来有这么多人。下一个啦，好强。没有，没有啊。好强，他这个太综合了。拿去。那我送给大家的，这个太强太综合了吧？对啊，我好多都是强，但是我是各方面的。那全部拿过来，不算是吧？算不算？不算。能力强不算吧？你算的这个算，这个算，这个能力。那综合能力强的，太综合了吧？哎，算，那我写个光头强也算。你好可爱呀！好可爱呀，大哥，能力强和综合能力强好吧？王炸进场收割的是我，舞台好，没有。我那种啊，我是舞台表情好，跳舞跳舞台好，跟舞台表情不一样吗？跳舞鞋算吗？不算不算不算，我在舞台上跳舞其实不算不算。大爷，你为什么跳舞啊？舞鞋。我写跳舞，我写跳舞好的，姐肯定好跳舞。没事，想到给出去吧，到这儿你也不会没有。你给你有吗？大家准备给牌吧。好。敬业。没有。唱歌好，给牌吧。没有，这个全要。给我吧。这怎么不出来？不行。进步了。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我有。嘿嘿。没有。好好。真棒。没有。真好算吗？真好，真棒，不算吗？是。团结。没有，没有。啊。腿上肯定有血吧？没血。没有。我的吧，穿衣好看，没写，没有，腿长都没人写，你还指望有人写穿衣好看？朋友们进场了啊，可爱，没有，没写，没写可爱，写可爱哦，无敌，没写，很高，没写，撩儿有，撩儿有，拿出来，高，哦，我说的高，它是技能高，那你就要给那边了，那要给那个，你想给哪边吧？你说，先给哪边？来了啊，下面还可以玩对吧？瘦了。没有年轻，没有没有，少年是有少年少年少年，头发发质，没有，综艺好，没有，有前途，没有，拉的好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有前途不是，不能说没有，拉 rap 这张还没有，换个词 rap 好，可以，这可以，加油，没有，你看我干嘛，我都没了，被人叫父亲，没有。夸奖，吃的好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没牌了，别看我，没有啊，成熟，天，成熟你，跟我这个很搭边啊，不搭边啊，其实跟我这个吃饭也吃得好有关系的，有，吃饭吃得好，你首先你得吃饭，你要硬扯的话，你吃饭吃得好真棒，你得先吃成熟的麦子是吧？那你得跟你吃得好，长高，长高真棒啊，长高了穿衣就好看，穿衣好看真棒，所以说这个团有权都是我的，这权都是我的，这边叫敬业，敬业也是我的。总之，这把我都会是我的夸奖词。等一下，我那一张无敌是不是全都得给我？无敌了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真棒啊！无敌了，就是长高啊！长高了就真棒啊！所以就有钱了，好了，对不对？走了。